来自英国的女孩 Emma， 当她从一个胖女孩减肥成一个苗条女人的时候，开始发现身边朋友逐渐在远离她，甚至与她绝交。图为 Emma 最重的时候298斤， Emma 表示因为苗条的身材破坏了他们的友谊，她现在十分讨厌自己的新身体。在一年时间里，她成功减掉了165斤，然而原来的亲和力却远离了她。Emma 在8岁的时候就开始变得肥胖，但是因为样子憨厚可爱，身边一直有源源不断的朋友，生活过得十分开心。等到长大了，她才做了一个重大决定，做了胃旁路手术。手术出来，看到自己苗条的身材感觉很好，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，但周围的女朋友们似乎都变得不喜欢她了。Emma 说，我不知道怎么做好一个女人，当我胖的时候没有男人的关注我，现在瘦了却失去了好朋友。 Emma 表示她要停止减肥，因为现在苗条的身材反而使她变得不快乐。版权宣告，如涉及版权问题，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络。